然后我呢座山，薄荷山，同我个目标相差劲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Hazel， 我系阿乐。咁今日咧系2022年2月22日，亦都系我哋结婚嘅3周年，耶、yeah! ！咁咧，我哋今日就安排咗两个活动啦。本来就系一个远途工作坊同埋霓虹灯工作坊，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，远途工作坊咧就取消咗。咁所以我哋临时就安排咗 Art Jamming。我都未玩过 Art Jam 嘅，但我都有听讲过。所以我都好期待，因為都未畫過呢啲咁大幅嘅畫。咁我哋琴晚咧就喺度諗啲題材啦，都想畫翻啲有紀念價值嘅嘢。咁至於我哋畫啲咩咧，一陣就會知道噶啦。咁我哋一陣再見啦。车位揾咗劲耐，所以而家我哋得翻10分钟食嘢，9分钟。但系嘢食仲未嚟，点算好？要狂奔，雨中狂奔。嚟啦嚟啦！唔该。快啲啦，快啲啦！你次次都净系食呢个？系。有扮喺度谂，2号单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快一点？没错，你真的决定了画那幅画？是啊，充满回忆的嘛，那幅画是我们相识的经过啊。你画得像就充满回忆，你画得不像我就皱晒眉头，不知道你做什么。我希望我畫得錢啦。咁如果你講充滿回憶，我嗰個又唔算非常充滿回憶喎。都係充滿回憶㗎，回憶到我哋有幾殘啊！真係殘到不得了，暈啊！我真係嘴唇發白啦。行兩步就要停一停。好啦，到啦。10樓。都是揀了正方形，細幅啲唔使畫咁耐啊！你係咪都要正方形？我個幅畫係正方形嚟噶 ，Instagram。冇超咁埋啊！陣間會拉嘢噶。唔得喎！你另一個先啦。啲綠色。咁难嘅咩？冻得滞，我话你差啲喷落去电话度啊！咦，呢个得啦？梗系得啦，我接咗嘛，要唔要咁多啊？要系嘛，我森林嚟嘅喎。嗯，你可以扣噶嘛？哇，你又玩挑战啊！跟住隔篱彩系海水系，可能呢只。你咩都试下咯，哇！依只都几靓，仲有冇？整住先啦。系咯。你而家講下你嘅 progress。我嘅 progress 就係 full progress。你睇我呢座山，薄荷山，同我個目標相差勁遠。呢度嗰啲漸變色有1嚿嚿，呢堆其實係石嚟嘅。但係嗱，不得不讚，我覺得呢個位同埋呢個海咧係唔錯嘅。俾20分鐘我，我會將佢大師級啊！等等。好，等你。
哋畫完啦。點啊？你對你自己嗰個滿唔滿意？算係咁啦，我零經驗啊，大佬。我覺得都畫得唔錯啊。我細個冇畫畫噶。因為成個型都見到係咩嚟啊？咁你覺得畫成點？我同你打過和咯，打過和。你是我老婆了，如果不是我贏了你的，就著你來畫。多謝你喎，這樣時間上我又快過你。我們現在就去下一場，去屈光館。沒錯，都很期待啊。之前呢在市集見到那些已經很想玩的了，或者很想買的。你見過嗎？我見過市集有得賣咯。那賣就不同玩了，玩就開心很多，是體驗來的嘛。我剛才問呢，啲畫咧要等幾耐先乾，使唔使幾粒鐘定要一日？佢話其實幾分鐘可能已經乾咗噶啦。係啊，其實我嗰啲乾咗，係你頭先臨尾咧個天空可能溝得太多，我驚你嗨到添啊！應該要嗨嘅都嗨咗啦，算啦。我覺得座山咧，即係嗰個薄荷山咧，我覺得點救都救唔到咯，而家變咗鴨屎綠山咯。可能下一次會畫得好啲嘅。我哋而家去攞車，跟住去深蒲崗，好開心啊！你開唔開心啊？頭先係咪一個新嘅體驗啊？係啊係啊，係可以再玩嘅。但我覺得我想會有個導師指導一下我多啲咯。你問我導師？嚇！我都可以做你導師喎，你唔問我嘢嘅。我未分享我啲經驗俾你喎。到啦，我哋就嚟，我哋架车泊咗喺上边啊，即系要等嗰个职员洗走咗下边架车，再褪我哋嗰架车落嚟啊。我觉得玩完之后咧，我嘅感觉系画画艺术，其实就冇我本身印象中咁闷，都有啲乐趣喺度。但喺呢個樂趣可能只係局限於我第一次玩或者第二次玩，定還是係仍然可以歷久常新咧，就真係唔知啦。我對第一次玩嚟講都幾滿意，雖然有好多嘢都想做，但係未有呢個知識去做，未有呢個技巧，即係例如嗰啲倒影啊。哦，係喎，你話整倒影嘅喎，或者嗰啲山脈啊，係都唔識咯，就係、是。你個天空已經好靚啦。嗰啲咧係亂咁嚟咧，自己。頭先我哋行下高速公路，無端端有架車迎面喺側邊嚇親我。係停咗喺度嘅。如果佢行，我真系喊出嚟，劲得人惊。佢就喺盲弯嗰度突然出嚟咯。系啊，好彩我后边冇车咗。我哋嚟到深蒲崗啦，今次系整霓虹灯。讲起霓虹灯，就会谂起香港充满霓虹招牌嘅街景，所以我哋都想整翻一啲一睇到就会谂起香港嘅图。我哋喺前一晚已经谂定个图大致系点嘅样，咁去到就可以即刻画翻个草稿出嚟。今次工作坊是包了两只颜色，想好了颜色怎样分配之后就可以开始做的了。将张草稿放在底，然后在上面照着张草稿留一个图案出来，用胶纸暂时固定个位置。一起准备就绪之后，就来到最重要的时刻，就是用热熔胶枪将连线黐返落块透明胶板那里，再用黑色的胶纸黐返不需要的位置，就完成的了。呢啲就系我哋嘅制食品啦。Yo， 我哋已经玩完个霓虹灯啦，因为玩完差唔多七点几啦，翻到去都要成粒钟，跟住又要冲凉先食得。但系我哋而家又好肚饿，所以我哋就去咗附近餐厅买啲嘢食喺架车度食。三周年紀念都喺度食飯盒，係喎，真係。我覺得你整嗰個真係好靚，我完全估唔到你整得咁靚咯。但係咧都比我想象中難咯。邊樣嘢？橋嗰啲燈，同埋你又要就翻唔好睇到嗰條黑色鐵線。哦，我冇呢個問題喎。因為你就係平面，我個英文字咧要扭嚟扭去咧，同埋我覺得擠熱熔膠都係一個問題。好難擠，即係你擠得太多咧，又會凸曬出嚟，好核突。但係你擠得唔夠咧，佢又會飛起，即係黐得唔實咯。
唔係，其實你根本遠睇就唔覺，你近睇喺度數螞蟻咁樣樣，咁梗係唔得啦。但你遠少少睇其實 OK。其實都係，同埋熄咗燈應該都睇唔到。係熄咗燈再遠睇就 OK 啦。好在我真係嗰隻中文字寫大啲，寫細啲真係冇可能撬到。咁你今日有咩感覺？滿唔滿意今日嘅行程？超滿意。我都覺得除咗呢一餐。是的，即如果有得去餐廳時時正正地吃一餐會完美很多咯，但是我也覺得今天是很豐富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去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